101第九章第一个部分，静心时间。好，这个练习呢，一样跟前面的一样哦。所以影片老师也是从前面复制过来哦，就是都一样讲解都一样啊、哦。那你要看就看，你想要直接练习就去练习啊、哦，要再看一遍的也可以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我们又要介绍新的东西了哈。有中上，好，就是8号站牌，还有中下，好，也就是2号站牌。然后中心点我们已经找过好几次了哈，我们再把所有的格子点哈，点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大概都介绍过之后，我们以后就没有这个讲解了哈。但是小朋友每张都还是要练习。好，我们先用你的超能力，我们来猜猜看。哈，我们假如说我猜 A，一开始就先猜，我放这里，那你眼睛扫一下，左右扫有没有一样？上下扫，看左右有没有一样？哦，好，没有在中间，对不对？我们开始在移动。你们有确定之后，我们再用力在那个再点下去啊，应该差不多在这里啊，滑鼠尖尖的地方啊。如果确定这里，好，点下去，再来看一下这四块，1、2、3、4有没有一样大？有，我们就确定对了哈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中心点的部分，我们之前也练习过了啊，所以老师的说明只到这里。那你们就一题一题来把4题做完，好。好，如果第一题有4个都答对之后，可以打勾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写第二题，中上。我们刚才游戏已经介绍过了哈，它是在8号站牌、10号、15楼。好，我们刚才已经点了中间了啊，所以我们如果现在找8号站牌还比较好找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一样移动哈，我们假设凭我们的超能力，先猜是不是这里？哦，没有，差那么多，慢慢移动哈。你看你没有点中心点，老师目前自己录制的时候还没做后置，所以看不到中心点，好难呐。所以你脑中一定要有中脑，我现在呢，我现在眼睛看着中心点，然后手移动，移动移动到。觉得啊，应该差不多这里左右还要公平啊，看上下有没有公平？看11到10、10到15、15到20这边有没有公平？看一下，确定之后我们再点下去，我看一下，应该差不多是这里，就这附近了啊。好，那因为你有中心点，你自己点的时候中心点已经点过了，所以现在找。这个8号站牌应该是没有问题，老师现在是完全没有东西可以看，啊，应该差不多是这附近了哈，那就是这样找，慢慢移动，啊，觉得这一块跟这一块要一样，然后左边跟右边要一样，啊，一定要公平哦。好，这个是中上的部分，老师只介绍一题，小朋友总共要写4题，一题一题慢慢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3题，最后一题，点出中下。好，前面介绍过了，这是2号站，也就是10号，中间5楼高，
中下，好，我们中心点已经找到了哈，老师眼睛要看在这里了，好，所以要马上找到哈，自己看哦，哦，我滑鼠准备要移过来了，不然老师会对不准，中间的应该再高一点，这里大概在这里，啊，哦，啊，那你反正你们之前已经点中心点了，好，哦，再找这一段的中间。应该在这附近左右，好看一下这一块跟这一块有没有一样，这一块跟这一块有没有一样？啊，有的话就是确定是对的，如果错的话呢，再擦掉修改。哦，好，所以这个是中下的部分。好，我们这个点位置呢，我们就点好了，介绍到。